主料：白菜叶四片，粉丝一把，辅料：含米、盐、葱、姜、白糖、生抽、味精、香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白菜洗净，选取叶的部分，用手撕大朵状，含泥用水浸泡，粉丝洗净后也用水泡一回，葱切葱花，姜切细丝，放入白菜叶翻炒，锅内热油后爆香葱姜，炒至白菜它软后，放入透好的海米，淋入些许生抽，加入适量水煮开后，放盐、白糖、味精调味，放入粉丝煮熟，出锅前滴几滴鲜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粉丝不可煮得过烂，否则会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